陪我一起台南王先生，王先生你好，王先。主持人，各位来宾，大家好。你好，嘿，我是台南王先生。是，针对刚刚马总统说那个一天10万块要怎么花，其实哦，那个很简单，因为现在黄金价格很好嘛，哈、哦。如果说把那一天10万块拿来买黄金，这样当4年总统下来，哈、哦，一定很有赚头。我的意见就这样子。是，好，王先生，谢谢。不过总统的国务机要不能去买黄金了、啊，哈、哦。来，桃园的武先生，武先你好，武先。喂，洪英兄，你好。哎，还有在座的各位来宾，大家好哈。你好，嘿。正确讲，我叫做五度，五度是我的名字，我是阿美族。今天上午呢，我应该说今天整天啦，我跟灾区的朋友们，我们一起都到行政院、交通部还有水利署去做抗议哦。今天我们有灾区的朋友上来，我今天要再次的声明哦，跟各位来宾们以及电视机前朋友，我要好好的让大家知道什么是永久屋。其实永久屋它的本质哦，不是说因为灾区有状况，所以就要你搬迁下来。其实这个永久屋呢，是跟重建条例第20条是有关系的。它当中明定了破迁的本质，就是你要入住永久屋的人呢，你必须要签切结书，才能取得资格入住。那这个切结书呢，明定你要放弃你山上的家园哦，而且入住永久屋的人呢，你只要入住哦，那因为我们灾民们都是基督教徒嘛，不管是哪一个教派都是基督教徒，他们会自己筹募基金去盖自己的教堂。但是政府的规范呢，又明定说你这个教堂财产必须充公，是公家的，嗯，你不是你自己的财产哦。所以这个永久屋内容问题很多，所以它盖得再漂亮哦，不管是普罗旺斯还是香格里拉，我想它的背后的本质哦，都是值得批判的。所以今天灾民上来抗议的其中一点就是这个。那再来就是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一份稿，也就是刚才来宾有讲到鳄鱼的眼泪这件事情。如果说真的有反省哦，那就要有真的改善策略，包含修法，包含原地的重建，而不是只有口头说反省而已。我们知道重建会之前有办一个国际研讨会，国际研讨会里面都在讲工程的，都在讲救济的，但是对于灾民们这2年来的控诉抗争，他们说只有2秒钟的简报说啊，我们有灾民有反对的意见，我们都有沟通，就草草带过了。所以他们的道歉、他们的眼泪、他们的反省，通通都只有口头上。哦，我们应该要好好的监督这个政府，我们不要让他继续做下去了。是，以上，谢谢。五度，你几岁啊？五度，我37岁。37岁哈。对。那你现在是住在桃园吗？我人住在桃园。哦，这样子哈。对。是，好，非常谢谢你哈，吴先。来，接下来是台中陈先生，陈先生，陈先，你好，陈先生。喂，陈先生吗？陈先生你好，来，我们接下一通啊。三峡的郑小姐，郑小姐你好，郑小姐，你好，郑小姐。哎哈。你好，郑小姐，请说。啊、你好，你好。嘿，请说。郑小姐你好，请说。啊、怎么电视都没有声音啊？电视没有声音吗？你可以讲了，郑小姐。哎。你好，请说。嘿。哎。哎。来，请。你好。郑先生你好，你好你好，嘿，还有各位3+1的先生你好，你好，嘿，你好啊，我是住三峡啦，是是啊，我跟你讲一句话哈，嘿嘿嘿，大家都好，因为我讲台语较惯习啦，啊，好好，讲话较会标准啦，好好好好，因为吼，咱讲正经的啦，不管你什么动什么动拢同款啦，是，但是吼，咱话讲正倒转来吼，嗯哼。我袂骗你啦，是，拢是543一米啦，因为即马电视足侪台有无？哦，几百台啊，啊拢安尼报到安尼543一米，但是我亲身体会到，我民国67年，7月初3，去英国上养老岛啦，嘿，一直为我终身制的，唔免算的。叫我一天爱送5罐养乐多去伊家啦。哦，安尼哦。嘿，啊，但是哦，伊无钱给我哦。哦。哦，啊，你何况几罐哦，送几罐哦。嗯。伊只要半养乐多给我啦。哦，好好好好好。啊，结果哎，我限了7:30就送到位。吼吼吼吼吼。哦，啊，我就紧甲伊送去啊咧。嘿嘿。啊，伊一送去哦，第二单转来咯，啊，养乐多摕去。哦，送电火啦，吼、哦啊，啊，还有个干妈店嘛嘞，我一看过，哎、欸，唔对嘞，啊，这就福和路中啊，啊，对面永利路啊，
差不多才三个，啊，迄个啥，你唔知者，较早有一个八号分局迄个周栋连啊，您、嗯、知无？嘿，八号分局我知啦，嘿，是周栋连的无？伊也得五关啦。好好好好好好。我是我远，啊，我头到七点半才送哦，隔壁迄个食，啊，来今晚过来，啊，我落去啊二点零啦，啊，伊甲我讲。哦，我刚录音回来啊！你那你就跟我吵，啊，你就吼，哎，用个刀啊，放在厝顶就好啊，伊阳台嘛，吼。嗯嗯嗯。哎，讲放个呀，我吼，哦，谢谢谢谢。所以郑小姐，谢谢郑小姐。你讲这个熬好熬歹啦，吼。哦，郑小姐，谢谢哈。好，来啊，高雄许先生，许先生，许先，你好，许先生。主持人。嘿。各位来宾好哈。你好，你好。我今仔日看到我同事哦，他咧哭哦，我拢起鸡母皮啦。伊是安怎咧哭？你敢知影？伊是欢喜咧哭啦。伊是咧讲今仔日若无这个爸爸出差哦，我就无法当做宰相啦。所以伊咧伊咧哭的目屎哦，是欢喜哭啦。是，我以前是安尼呢。好，时间多下来，台北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喂，你好，林先生，你好。喂，你好，我现在是我们学校今年有要涨宿舍那个住宿费，也要涨。对，我们学校从八，我是研究生嘛，然后从8200涨到9500还是9300，我忘了。嘿嘿，对，一学期。然后我有个朋友说啊。那个就是普罗旺斯在法国南部嘛，然后那边最有名的就是马赛，那这是那个永久屋是在台湾南部啊，它是在马家，所以可能就是马英九才会觉得这样是就是永久屋是台湾的普罗旺斯的，然后我朋友说我们有总统级的协心，对，不知道该说悲哀还说什么，林先生，哎、欸。你的学校要涨宿舍费8000到9500，是哪个学校可以说吗？东华。哦，东华是私立的，国立的东华大学啊。对啊。那所以你是在花莲读吗？对。哦，这样子哈。对。好，是个非常谢谢你哈。那么接下来是屏东徐先生，徐先生，徐先生。你好，徐先生。我是徐先生。你好，你好，你好。啊，你好。请讲。我要讲就是讲啊。安。我的祖先哦，要来台，再走来台湾呐。就是，我做枪哥啊。嗯，我做枪哥佬啊。所以，我祖先才走来台湾呐。啊，你台湾人对不对？啊，你可是那讲，你要做马英九的奴才，那枪哥马英九奴才的枪哥佬嘛。是。所以。安喏，蛮不错。好，徐先生多谢。来，头份的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哎，你好，你好。哎，你好，林先生，你好。哎，你好，请说。啊，你好。哎，我是要回应一下啊、哦。那个3年1亿花剩下20000。对。这个太离谱了吧？嗯。啊、哦。嗯。因为你一年要花3000多万。嗯。大概3300万了、哦。啊。一年大概要花3300万。对，3300万呐、啊。对，你可以讲说这个一亿来赞助这个弱势，不是很好吗？嗯。为什么一定要花3年花1亿的？嗯。是不是这样子？嗯嗯嗯。啊、哦，因为可以讲一句话，就是说马英九还没有看到这么钱，反正这个政府的钱嘛，嗯，不用什么可惜嘛。嗯嗯嗯。对不对？你忘了我们是投份人呐、啊。是这样哦。好，对呀、啊，好、哦，林先生，谢谢。好，来高雄施先生，施先生，施先，这是给哈，薛先生啊，你好，薛先生，你好，薛先生，是。啊，迄顶届原油阿边落金的时阵，原油一桶是147。嗯哼哼。啊，唔是汽油差不多32块呢。是。啊，是安尼，即马起个，啊，即马一桶的原油是偌济？100.9。对啊，啊，看安尼，他甲百姓讹偌济钱。嗯嗯。啊。五吨伊吼，你无看伊在底下在讲靠五界对不对？嗯嗯。哎，底下看超过啊，啊，得五
伊迄可能有倒电，遐无用，得爱哭，啊得爱哭，哭无解，迄无啥物奇怪的所在啦。哦，是。啊，俺阿妈迄真甲免讲啦，都伊若阁继续做落吼。嗯。迄毋是讲大陆过来统治台湾哦，百姓来自杀嘞，毋知要偌济，毋知啦。嗯嗯嗯。迄即卖经济真了都够歹歹呢。是。像我迄种牙齿啊，迄吼，迄普通时啊，一两暗拢有法度买万几块，即卖一两暗哦。差不多3000几块呢。嗯，啊，刚刚运到时啊，各汇钱，也是各加位吼。嗯，迄拢爱倒头啦。倒头吼。嘿哦，啊，做基层呢，阮在走知影，啊，所以讲哦，迄做歹过足济，啊，但是继续落吼，台湾的事。是。啊，谢谢啊。好，谢谢多谢。来，淡水黄先生，黄先生，黄先。哎，洪毅大哥你好，你好，各位来宾哈，名嘴大家，你好，晚安。像中油中了，探开在干扣哈，若是赚得这么辛苦的话，就开放民营嘛，就跟世界股一样，让那个油价成为浮动机制，大家也有个底哈。没错，让那个台塑也不要爽成这样子。那另外有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啊，听了普罗旺斯嘛，马英九讲的普罗旺斯，没人听得懂是什么。我一个朋友解释得非常清楚，哈、普罗嘛，对吧？就跟强国路一样嘛，强国路一样嘛，普罗都是职业的啦，哦，旺斯的秘书温世野啦，普罗温世野啦，哦，你若相信我，就是普罗，就是温美的世野，哦，你个大家去试看嘛，谢谢。是，好，来台南吴先生，吴先生，吴先，哎，那个冯宇先生你好，嗨，你好，啊，国龙大哥，好，你好，强共来，我台南吼，哎，我台南人啦。啊，但是吼、哦，即卖吼台南也是爱叫国栋兄吼、哦，你来台南加行几座。嗯哼。哦，啊，甲大家请安，主要咱台湾人唔通袂去讲台湾人的迄个定位啦。嗯哼哼哼哼。主要是安尼啊，谢谢哈、啊。好，吴先生多谢。好，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先休息，进广告。